那我们这边的议程快要开始咯，现在已经19分了。那对，没错。好，那大家就是可以先打开 CostCup 的官网，然后打开这一场议程的连接，在共比的 HackMD 档的连接当中，你可以看到 Slido 的线上提问连接。那如果大家有点比较害羞的话，可以先在线上的 Slido 连接进行发问，然后或是你想要现场举手跟讲者讨论也都可以。那接下来的11:20到12点整，将进行本日上午场第三场议程，打造高速 Ruby 产品开发流程。由讲者昌实玄也来带来精彩的内容，那我们掌声欢迎讲者。喂喂喂，这个收音好，这样应该都听得到吧？那就看到写 Ruby 的就不来了，好，没关系。好好，对，那会讲这个话，主要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想工作，所以想要能少事情就少事情。那要怎么少事情呢？就是你只要快到那个没什么事做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研究怎么做东西做很快。OK， 这也跟我上场演讲有点呼应这样子。然后，我是昌实，写程式应该快20年了吧？对，就是那个。出生之后手上就拿个键盘这样，好 ，OK， 好，对，那平常会写一些博客，然后目前在努力成为一个技术顾问，为什么？因为成为技术顾问就不用一直工作了。好，那我现在主力的话是在做一些Ruby 跟 Rails 的课程，还有一些工具。OK， 那为什么不想单做 Rails 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Ruby 这个语言，所以。花了蛮多时间去研究，就是，怎么用 Ruby 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OK， 好。然后我在写部落格，那刚好这周就是第一阶段的更新完成了，因为我大概从去年底开始吧，就开始陆续做一些文章的更新。那接下来在下一期的连载大概会是铁人赛，如果我来得及写完的话，就会。有铁人赛，因为我们刚讲完怎么部署那个 Ruby on Rails， 那下一次铁人赛可能就会讲 K8s 类型的部署。那明年的话可能会讲 Aspect， 然后再讲 Domain Driven Design。OK， 好，所以就是更新预告都已经到明年了，那就看我写不写完。OK， 然后我自己有开个 Discord， 想跟大家开心的聊写程式，但因为是写程式的话题，所以就没有人了。OK，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讨论。那主要就是针对 Ruby 的，所以大部分写 Ruby 的问题我应该都能回答到你。所以真的有问题的话可以上去找我这样子。然后为了认真的做一些 side project， 所以现在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每个礼拜一晚上7:30到9:30吧，大概这个时段，然后会写直播写程式。OK， 那我记得有人跟我说，就是看我的那个。写程式还蛮疗愈的，然后我就直播，然后直播之后他就没有来看 ，OK， 好，对，那上面做的是写，用 Ruby 是写游戏，然后这个题目的话也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就是我想尝试一些一般你在工作上用不到的方法，所以它是个敏捷开发的流程，然后敏捷开发其实蛮，应该说有些派系啊，它蛮追求就是，随时 deploy， 所以你看到我在直播的时候，我 push 一段 code， 它就真的 deploy， 你就可以马上在我的网站上看到。OK， 所以程式码都公开了，然后随时都会 deploy 这些东西。你直播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现场。然后我大部分的时候我也不太检查我写了什么，因为我会写测试，然后我写完测试就上了，所以你几乎不会看到我去检查画面。我通常写完实作，然后测试过，我就会丢上去跑。OK。所以这是算是一种挑战，然后也是在练一些新的技能。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直播这样。那直播都会存档，所以如果错过的话也不用担心，就是还是可以回去看。OK， 好，那我们回到主题，就是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到底在哪里出问题？我们到底在哪里
写造成我们做的东西啊是慢的。OK， 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嘛，就是到底在什么地方造成问题，然后变慢。那一个正常的专案吧，我们用专案来讲话，通常会长这样。所以我先初始化，初始化之后呢，我可能会研究一些规格。好，有这些规格之后呢，我就继续往下开发。开发完之后呢，我可能跑一些测试。那测试完之后，再给 QA 再做一次检查，然后就部署。那部署之后，我可能会监控这个网站 O 不 OK， 然后就继续再回到规格嘛，然后就不断跑。OK， 那我在学敏捷开发的时候得到一个蛮有趣的定义，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专案，它是有结束的一天。OK， 所以通常为什么大家要压时程？那是因为你的专案会结束一天，那个时程就是你结束的时候。可如果你是产品呢，就不一样。为什么要把它改成产品？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工作上遇到的是一个产品，它不是一个专案。OK，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个圈圈啊，它没有那个出头。如果它有结束那个时候呢，那旁边应该挂号是破产这样子。OK， 对，就是当你的公司没办法再赚钱的时候，那你这个产品就是结束了。但在这之前，它可以赚钱，这产品照理说它应该是会有结束一天，所以它应该是个循环。OK， 所以我们问题来了，第一个步骤。我初始化一个专案之后，我做一个 res new， 我多少东西要调，我调完之后，我才开始做东西。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持续经营的产品的话，这件事情其实影响不大，因为通常只做一次。可如果你做的是会常常去做一些新的小的产品，然后去配合你主要那个产品 ，OK， 它可能算在你产品里面，但可能就是会配合。例如说，我们的公司的 CTO 就讲说，哦。我想要做 micro service， 所以一天到晚在 res new， OK， 那这个可能就很重要了，对，就是你怎么调好之后，一开始你长出来专案就可以马上让你可以使用， OK， 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我那规格啊，整天确认，我要花多久时间我才可以确认好规格，我要到花多久时间才可以做出来，对不对？大家其实也常常会遇到，就是我想确认规格，结果呢？就是 PM 可能今天讲跟昨天讲不一样，然后后天的时候是老板心情不好又改了规格 ，OK， 所以我规格从来没有确定的一天，所以你总是很难的把东西做完，因为你在等规格确定，可是规格总是不确定 ，OK， 好，那接下来我开始写code，还好，那我开始写code的时候就发现啊问题又来了，我 code review 的时候呢总是有人不满意，然后我以前就是那个最常不满意的人，OK， 好。对，那我总是有人不满意，然后再就是什么，写完之后发现啊，现在很赶了，我们要赶快上线，然后就有技术在 ，OK， 然后还有一堆 cold smile，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专案大家就想想就说，我们还是砍掉重练吧，然后如果真的 hold 不住的话，就会换一个新的 CTO， 然后再换个程式员，对 ，OK， 好，这是我们的日常，工程师日常，对，所以 code review 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我要怎样子减少这个 code review 的时间。那再来就是，好，我全部东西都做完之后，我要怎么去验证这个东西？我要做测试，所以我现在觉得说东西来不及了，我不要写测试，可是最后还是要有人测它，到底什么时候测试，对不对？那我现在写了测试，结果我测试跑超级慢，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在所有东西都测完，我确定我所有功能都正常，那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做好这些事情 ？OK，、啊、好不容易搞完之后就发现，啊，我 deploy 不上去，然后我现在要去安装 server，OK。然后我的网络要设定，我不可能说防火墙都不设嘛，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想上云端，然后我全部东西我都弄完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它顺利地 deploy 出去 ？OK， 这又是一个问题，我每一个步骤都遇到很多困难。OK， 好，所以呢再下来我 deploy 完之后，我以为没事了，结果发现我东西在跑、啊、还是有 bug， 那我是不是要可以监控这些 bug， 然后要一些 log， 好，然后效能问题。每一个东西我要监控，再就是什么监控其实还包含什么那个客诉，我现在要对我的 user 提供一些 support， customer support， OK， 好，全部都在监控里面， OK， 好，这些东西整个环节我现在被回报一个 bug， 要多久才可以找到 bug， 才可以把这东西解决掉， OK， 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超级多问题，而且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有问题，所以你初始化那个东西你没有闲钱没事一直开新的专案，想做新的 micro service， 剩下的东西，你只要东西还在更新，还在维护，你就不断会遇到它。OK， 那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学了应该说去上了敏捷的课程。他的敏捷课程其实有分给工程师上的哦，也有跟给不同类型的人上。那我上是给工程师上。那当然你要学敏捷开发的话，你就会需要知道说他的敏捷的精神在哪。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学敏捷的一个蛮重要的关键。那今天不太可能完整讲，因为我上那个课要花五个白天，所以总共是40个小时，然后每天的笔记大概都是2-3千字，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我们可能要一直讲到下礼拜，对，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那么详细的东西，我们先讲一些我觉得在工程师工作里面非常用的一些概念。OK， 好，第二个东西叫完成。那在敏捷开发里面，其实会讨论两个单字，一个东西叫 done， 一个东西叫 finished。OK， 好，它其实两个单字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是 done 呢，表示说是可以用就好了。那 finished 是绝对意义上结束。什么叫绝对意义上结束呢？就是我这个所有东西都已经符合条件 ，OK， 叫绝对意义上结束。那 done 是什么呢？是我只要符合其中一个条件，而且它没有出问题，那就是符合。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工作上到底差别在哪 ？OK， 其实最大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东西赶上线，那我们会想的是我要把全部的规格都做完。可有没有可能是什么？你的客户只要看到那个按钮出现在那里，就算不会动，他很高兴，他只是想看到按钮。OK， 而且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我现在跟前端说，哎、欸，我要串 API， 前端就一直催你，然后你就想说，我东西都没做完，你要催我。可是前端只是想检查一下 API 可不可以打，那你到底要不要做给他？其实你可以先做给他。OK， 所以这个东西在敏捷开发里面，他们永远讨论的是档。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一天你的老板突然说，我接到个大案子，我们现在临时改功能。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敏捷开发、欸、就是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那实际上说，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理解有点误差。那这个误差在哪？因为我们用传统做专案的方式看它。敏捷开发的里面是没有那个 PM， 那没有 PM， 它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透过一个 PO， 啊 ，Product Owner。那 Product Owner 只做两件事，一个东西是排优先度，另外事情是解决那些整天来吵的老板，就是我要赶工 ，OK， 他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他解决政治问题。那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情呢？第二个东西是他要去收集所有资讯，他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OK， 那第二个东西呢是他要去跟这些例如说使用者啊，或是投资人啊这些人去协调。OK，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们是可以终止 Sprint， 重新开始，重新选东西的。那选东西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 PO 觉得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他会放在最上面。那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 always 就是我总是我想要把什么？我总是想要把功能做完，那我最上面就被卡住。所以他为什么要你做一部分可以用就好？例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 API， 它可以打，然后它可以回转成功，然后有更优先的东西去盖过它。那我其实就怎么样？我就可以先把这东西调优先度调低，因为它 API 可以动了。所以这时候就回到前面的问题嘛，会不会有客户看到按钮就很高兴？那有可能我做完这个按钮他高兴了，接下来其实他不会动，因为他根本也没有在用它。那但是他高兴了，我就可以先去做其他东西。OK， 好，所以为什么敏捷开发要追求就是可以用，但是不追求全部做完？因为全部做完很有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可是他只要可以用或发挥一部分功能，有可能就已经符合我现在做这种条件。OK， 好，所以可以用这件事情的状况下呢，它不完整，但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用写测试的方式，所以。我学的这个敏捷开发流派啊，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的是那个叫做 ATDD 验收驱动测试开发。那为什么要做验收驱动测试开发呢？他讨论就是我现在客户想要什么东西，那我的规格那个条件就是这个。所以他做 end-to-end testing， 就是拿真的浏览器去测试那个方法。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嘛，我 user 操作的出来的东西才可以嘛。例如说，我现在一个测试。他可以自己在 DB 面塞100笔资料，可是你 user 按不出来，那这个东西就不用测，因为他不是 user 会操作到的事情嘛。因为我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跟这些 user 或这些客户交代他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做这些验收测试驱动开发的目的，其实是我去确定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他想要的。
所以 PO 去收集这些需求，然后排最优先度，然后你们会讨论出一个要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些方法。那可能第一阶段可能是显示出一个按钮，然后第二阶段再让按钮有实际效果，所以你永远都是可以被测试的，因为我有按钮之后，我才可以去测后面发生事情。OK， 好，所以它这件事情呢，它目的是要由上而下。OK， 就是我从最外层开始，我先从看得到的东西开始做。那看到的东西开始做，就表示说它大部分都是可以用的嘛，因为这是 user 之间可以用到，即使它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要它看到一个按钮，它就高兴。那同样道理嘛，我现在如果我是做个 API， 我的 user 就是那个前端。前端为什么一直催你？就是因为你不给他 API。可是你只要给他的一个 API， 你再去实做这个逻辑，他就可能不催你了。因为他第一阶段可能是什么？他只要确定可被打，所以你就给他一个可以打 API。那第二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他可能想说要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你可能乱数产生一个结果给他，他又可以测试什么？例如说我想拿到个文章列表，我随机生成一个文章列表给他，算不算完成这个条件？算是完成条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在写那个实做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帮客户想说啊，这个东西要加这个检查，然后下个东西要再做什么事情，然后加了一大堆东西。可这东西就是你的假设。所以我在学敏捷开发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们的东西有大概有三个，一个是 general， 就是我对这功能大致上的描述，例如说一个文章列表。那接下来会有假设，那假设什么？例如说要不要显示作者，要不要显示标题，要不要显示内文，要不要有一些小东西。这些东西我在跟客户跟我的 user 确定之前，它都是假设。OK， 好，所以如果现在 PO 跟你讲说，嗯，我确定要显示作者，确定要显示标题，它就变成规格。那接下来有这个规格呢，我就可以写所谓的 key sample， 就是关键的案例。那这东西其实就是你测试内容嘛，所以你就写一个测试叫做可以看到标题，哎，写一个测试叫可以看到作者。OK， 那没有写的东西都是假设，那没有假设这个东西很重要吗？它不重要，因为我的 user 根本就没跟你说要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做它呢 ？OK， 所以我现在可以得到一个文章列表，那我知道要显示标题，那我随机产生一个文章列表，随机产生一个标题给他，对前端来说也是 OK 的，因为他符合条件。那再下一个东西，他可能才会有下一个条件，是我资料库里面有几笔资料，然后我看到是这些资料，那我就可以再加下一个测试。OK，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测试驱动开发的时候，他叫你小步前进，其实在做验收测试驱动开发的时候，概念上是一样，你不要一次做太多事情，你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就好，因为你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嘛，我现在有一个东西没有做。那他的确可以用，但有一天 user 自己操作出来，他的确操作出来，那他要算 bug 还是 feature？ 对 user 来说，可能说他发现这个 feature， 所以原本你先帮他挡下来，然后 user 跟你说这是个 bug， 但其实对 user 来说一开始就是 feature。OK， 所以在敏捷开发里面，我们讨论其实就是什么？很多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做太多假设嘛，我们就是慢慢的做，探索式的，慢慢的把它补完。OK， 所以。我们以往在做开发的时候，我们花最多时间在哪？我们在花最多时间在设计。但我现在发现，设计这件事情应该只发生在你知道使用者想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去帮他设计这个东西。在你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去帮他做任何设计啊，都是过度的。所以最后我们会做出什么东西呢？我们以往可能会从 DB 开始设计，开始想 model 怎么叠，然后再往上再去做到 controller， 最后什么？通常都是 over design， 就是过度设计。OK， 其实你看。比如说人家学 UX 也是要做使用者研究。那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开发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使用者用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他到底想要什么？ Okay， 好，这是蛮有趣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东西就是我开发产品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人有需求嘛，所以他才会要有这个功能。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 MVP， 然后大家想象中那个 MVP 可能就是一个功能，然后做到超级完整。可是后来我记得网上有一张迷因图吧。他就说，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他就说，我在那张图就是造一台车子，然后就是你做一个超酷炫的轮子，但是车子外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轮子。可是人家说真正的 MVP 是什么？其实你可能先从一台脚踏车开始做，它先符合可以是一个载具的功能，之后你再往下去延伸、去扩充、去强化它。OK， 好，所以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些功能。OK， 那这个东西就是需求上、规格上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来说。我们通常啊，在做这种产品开发的时候，最大的第一个难关就是什么？确定规格。但你现在发现，其实你确定规格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只要是你不确定的东西，就拿回去问 user 就好了。你不要去帮他做多余事情。那你不要做多余事情，你在开发上使用这个技巧，你就是要由上而下，你要从你的 controller 这一层开始慢慢往下叠，一层一层的去细化它。
就是你要先做个大方向。比如说我一开始我只要可以产生一个页面 ，OK， 那我的目标就是要产生页面就好。但我不要去限定说我的手段是一定要有 DB，OK，、okay， 那这样子你中间做到一半卡住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不会被 DB 卡住，因为要么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什么，我想要捞一个资料，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个捞。在做这个产 DB 的东西啊，我就被他卡住了。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去把你的工作转移给其他人，或者说你速度真的比他快非常多，你可以帮他收回来去做这些事情。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敏捷开发其实讨论是持续整合。那他持续整合其实不是在讲说什么有自动化跑测试这些问题，他的目标是什么 ？Always 就是总是回到你的主干。OK， 所以他们讲主干开发。那这里为什么我自己在开发专案的时候，我刚刚说我 YouTube 频道，我会尝试用这个方法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所有东西都已经是可以用了，那我为什么不把它 merge？ 因为我们前面讲嘛，我做的东西都是 user 看到然后可以动的，即使他现在还没办法真正的完整使用它，但他已经可以用了，他都已经是做到可以用的东西了，那我为什么不把它 merge 呢？而且如果我做完之后 user 没有在用，你就知道这是没有用的功能，我就可以马上再把它移除掉。OK， 所以它要做持续整合，就是让我们做的东西随时都保持在最新的 ，user 随时都可以碰到它，我就知道它最及时的反馈。那这回到前面一个问题嘛，就我们前面会做很多假设 ，user 到底会这样操作？那我现在就做了一个半成品给他，他操作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不对，我就马上知道说我前面那个假设是对还是错的。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先做一个假设，然后我们自己在里面开会开了半天，然后讨论半天，然后得到一个结论，结果一上去的时候 ，user 跟你说不对，他不是要这个东西，那我们最后还是白做事情，然后重新来过。OK， 好，那为了要持续整合的话，那当然就是最好理想状况嘛，就有自动化测试。OK， 因为我们功能一直增长之后，刚开始可能可以人工检查，但后来会有越来越多东西呢是没办法人工检查，所以我们要用自动化测试去检查这个东西。那写测试的时候，其实要关注的地方是你关注的东西是功能，所以一个功能通常是什么？它通常是一个商业逻辑，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输入，然后一些输出。OK， 例如说可能有一个相加的功能，我就把它相加起来。OK， 那你的自动化测试你要测的是你先给输入是什么，然后它要输出什么，而不是去给说一些测试资料，然后去验证每一笔测试资料的正确性。OK， 那差别在哪？就像是游戏里面，假设有三只怪都会用普通攻击，你只需要测的东西是普通攻击这件事情，它可不可以正常造成伤害，而不是三只怪都可以正常造成伤害。OK， 因为他们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正常造成伤害。OK， 这是你写自动化测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OK， 好，那有这些事情之后呢，你做重构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如果我从 DB 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其实会产生非常大量程式嘛，我要先产生 model 嘛，我要产生 view， 然后我的画面比较复杂的话，我可能要做一些什么 phone object 啊 ，surface object， 然后再接 controller， 所以我一开始就写非常多程式。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写 controller 的时候，我就要干嘛呢？我就直接 return 一个字串 ，return 一个 hash， 然后就结束。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要在更进一步变复杂的时候呢，我现在又再加了一些程式嘛 ，OK， 例如说我加了一个 phone object，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phone object 跟另外一个 phone object 很像，我可以马上重构，然后再修改它，所以你的程式其实会大部分时候都会保持就是比较干净的状态。那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就考验你的工程师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感觉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有 code smell 问题，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的程式的话，那你就不会记得要重构。那在那个敏捷开发里面，我学的这个流派里面，他提倡的东西就是你应该随时都要重构，就是你只要做完一个东西，你就是先想办法重构，把它重构完之后，你再把它推出去，确保说你所有写完的东西都是有重构过的，所以你在写程式过程中会不断重构。那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以往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重构？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要安排个时间重构？其实只要安排时间重构就不是重构，因为他们说的这个重构，其实是因为你在实作的过程中，你一步一步前进，但你前进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我就像挑石头一样把它慢慢把它挑掉。OK， 所以我们通常面对的都是一些旧专案的重构，所以为什么他们提倡是你要不断的补测试？因为补测试的时候，你才可以验证我这个功能是正常。那验证功能正常的过程中，你在补测试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些有问题的程式码一起重构掉。那以往我们在做这种重构的时候，我觉得超级痛苦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
我们重构的东西可能刚开始就是对一些 model 层啊、商业逻辑层，想办法去做重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加什么 end to end 的 test， 我就是对它这个按钮按下去发生所有事情做重构的时候，我从最外层才开始做重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OK， 所以这也解决了一些大家在做重构上一个很痛苦的点，就是如果你的测试的那个方向是对的，然后你改的东西从大方向开始慢慢细修，你的重构其实会比较轻松。OK， 好，那再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你要持续的部署你的东西，因为我们既然都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确保说它是 OK 的，然后就比方说我可以持续不断的 deploy 出去，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干嘛？我们才可以不断去验证说我现在实作这个功能是符合 user 需求嘛？因为如果它不符合 user 需求，我们就是会收到一个新的 request。那如果每个 user 都在用这个东西，那你的 product owner 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很紧急。那你在你下一个 sprint 呢，你就被排到最优先。那如果你现在有手边一堆卡住功能没有做完，那你在被排到最优先状况下，你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优先事情。所以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完成这件事情，我们只要控制好这个完成的情况，照理说我在做持续部署，然后持续收到 user 的回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东西解决掉。OK， 那当然会遇到一些问题嘛，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啊，其实是很难的去一开始就试出的。例如说，它是一个很新的功能，然后它可能牵涉的东西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功能开关。OK， 我们就设定说，只有部分的 user 或是测试 user 可以使用到。所以在敏捷开发里面呢、啊，它其实可能大部分时候，production 环境就只有一个 production 环境，它连 staging 都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不想让你用到东西，他会用这个 feature flag 把你关起来。OK， 那开发的工程师里面呢，他就是我在自己开发环境下去打开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认为啊，我学的那个流派它比较极端，它只有一个 feature flag， 它只有打开跟关掉两个选项。OK， 当我做完，我就是把这个 feature flag 检查拔掉。OK，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有些情况你还是要需要辅助一些 feature flag， 但我蛮认同它，就是要尽量使用少的 feature flag。这样你才会认真的把所有东西都做到，就是可以用 ，OK。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追求就是完全的完成，因为很有可能在你完全做完它之前，就有新的需求，或是发现这个功能根本就没有人想使用 ，OK。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才是敏捷开发的目的嘛，就是他想要去适应的是市场变化。那如果你总是把东西做完再去做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种瀑布流了，因为我反应时间非常久，等我完全做完的时候要花多久时间？但实际上来说，在一个 sprint 里面，我们短的话可以设一周，那稍微长的话就是设两周嘛。那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在一周或两周内，我就可以马上调整优先度，而且不影响原本的东西。因为以往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们追求完成，就是完 finish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没有把它做完，它就一直不能使用。可是，在敏捷开发里面是一直都可以使用。OK， 所以我觉得敏捷开发在大部分台湾公司或是在国外其实都一样，就是它这种文化跟流程上改变。那我之前就跟人家聊到敏捷开发的时候，我会希望大家在思考敏捷开发的时候，要先把以前你做专案的那时候有什么瀑布流啊、各种类型的东西的预设都拔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敏捷开发它的目标就是在解决你之前这些问题。可是你用这些问题去敏捷开发的流程里面去找到一个解法，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是从一开始，它从源头，它思考方向都不一样。我们以前在思考是我这个软体。例如说，我从今年做到明年，然后就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可以完成一堆功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了做更多功能，在里面塞更多东西。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可在敏捷开发里面呢，我了解到我现在有这些功能要做，那我其实就会很明显知道说，我现在什么东西可以先抛弃掉，什么东西可以先优先做，因为我目的是要去适应我整个那个市场的变化。OK， 所以在敏捷开发里面，你的思考方向其实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要用其他方式去思考的。那我只能说，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前面讲这些技巧，大部分都是即使你公司不那么敏捷，或是没有想做敏捷开发的时候，都可以用的一些小技巧。就是例如说，我先把 control 做好，这种东西是不影响的。OK，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没办法改变我公司文化，没办法改变这个流程的时候，我还能做哪些事情 ？OK， 好，那在下一步呢？其实是我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开发过程中对应前面那几个环节的一些工具。OK， 好，第一个是这个叫万捷的工具。那其实在国外有一间叫做 Subot 的公司，他们蛮有名的。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工具，就是他们公司的专案，因为他们是接案公司，所以常常会需要产生新专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参考这个套件，然后也做一个我自己习惯的版本。OK， 所以通常我用这个用完之后，我大部分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开始实作功能，因为我里面可能会需要装一些，例如说像是 RSpec 啊，或是一些测试相关的工具啊，或是部署相关的工具，我都把它一口气装完。所以通常我设完这个东西，我以前啊就是在新专案的时候，大概要花个一到两天才可以把一些菌啊什么装完，然后设定好。可是用这个的话，我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可以马上开始做东西了。OK， 啊，主要是这样。那 Cucumber 其实是我以前最讨厌用的一个工具，因为它就是 end-to-end 的测试工具。然后这个 end-to-end 的测试工具呢，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其实写起来蛮痛苦。OK， 但是我现在会很长的使用它，原因就是因为我如果是想以功能为基础为测试的时候，用 Cucumber 的确是最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它写起来是比较容易懂的，因为你可以去跟你的 PM 或什么之类去讨论。OK， 它写出来是一些比较直觉的文字。如果你的同事啊，全部都是台湾人，或是看得懂中文的人，你甚至可以用中文去写这个 Cucumber， OK，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讨论上问题。OK， 好，那再下一个的话就是 RSpec。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我写的那个 feature test 嘛，那后面还是有一些小单元的测试。其实他应该说，我刚刚 always 都从 controller 层开始测，可是我总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下面我有一个逻辑想要单独测。那这种时候用 RSpec 写的话，我觉得会写起来比那个 Cucumber 更好看，所以 RSpec 我也会使用。OK， 所以我目前我自己的标准配备就是 Cucumber 加 RSpec 做测试。OK， 那当然就是 code review 的话，其实要统一一些那个 coding scale 的话，那就是用 RoboCup， 那它可以帮你检查出大部分不推荐的写法。所以 GitHub 啊，然后像 Shopify， 就是很多有名的 Ruby 公司 ，Ruby on Rails 用 Ruby on Rails 公司都有在用，而且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定。那像 GitHub 或 Shopify 这类公司，其实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设定档。Okay. 然后如果你写 Ruby on Rails 的话，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是那个 Breakman， 那它其实就是会找一些你在那种常犯错误啊，就是一些资安类型的错误。它能找到的东西其实不多，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熟练的 Ruby on Rails 工程师，通常都不会写出有问题的 code。 那但是就是例如说我现在要 code review， 一个是新刚进来的新同事，他也不太熟，那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很快的帮我找出这些东西，那我 code review 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特别去看。OK， 然后另外就是你其实如果你是用 GitHub 的话，可能会有它的那个 dependency 的 but 去帮你检查。可如果你是一些 self host 的专案，因为通常你是做产品，那你不太可能放在公开的东西叫 open source， 所以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套件，像是这个 bundle 的 audit， 它可以帮你找那个就是有漏洞更新。OK， 那你通常就是可以比较长的去更新到比较新的，尤其是现在 GitHub 因为那个 dependency but 好像就是大家专案量越来越大，所以其实很常会没有检查到。所以我目前我自己每天跑一次这个东西的话，通常都还可以比 GitHub 更早就更新到那个新版菌这样子。Okay， 然后这个 bundle 的 leak 其实有点类似参考 bundle audit。OK， 所以它就是找 memory leak 菌。有时候你找不到一些具体问题，结果是你的菌出问题了，那这个菌就可以帮你找到那些可能有问题的菌。那你只要版本更新一下的时候，可能就问题就解决了。OK， 然后在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常用 GitHub CI， 那我要设定测试啊，写 CI 设定档，其实对 DevOps 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其实要维护它。那我自己有个标准流程，就是像刚刚前面讲 RoboCup 啊，然后 Cucumber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包含后面的一些做一些容器化的东西，我都在写了一个 template。所以我自己的 GitHub 专案，我就是直接 include 我的 template。然后我就把测试啊，然后 deploy 所有流程都做完。OK， 那再另外的东西就是，我这几年我觉得容器化技术，就是像 Dark 之类的东西是已经可以使用。OK， 这个我忘记放了点网址。OK，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叫 Bathing 的菌，那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它就是帮你产生一个标准的 Dark file， 然后这个标准的 Dark file 基本上会 support 你的 Rails 专案，它就非常简单。然后我自己会使用这个东西蛮大的原因，是因为外面你看到大部分教学，他可能会跟你说，就是他用什么 Ubuntu 这当 base image， 所以你做出来的那个 dark image 可能是一 G 多的。那我这个东西就是用我极尽所能的写的各种优化写法，所以你通常一个新的 Ruby on Rails 专案大概就是100 MB 左右，然后如果你加的一些东西比较完善，其实也顶多可能到200 MB， 除非你的菌太多，不然的话
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做出来的那个打开米都非常小，所以它也帮助了就是你在 deploy 这个流程是很顺畅的，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我东西跑完之后赶快 deploy， 赶快确定有没有问题嘛。那如果出问题我要修的时候，我们刚刚用那个 trunk base 我们持续部署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部署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要追求那个 CI/CD 流程在15分钟内，其实也是因为我修完 bug 之后我要在最短时间内把它 deploy 出去。 OK 哦，然后在这个 OpenBus 进呢，其实是因为你 Rust 在开起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检查你的那个DB 是可以正常连线的，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是你 DB 连线不同，那在这种状况下其实Rust 会 crash。 那在这个前提下我自己就做了一个 entry point。 那其实用 entry point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安全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奇怪的参数设定，然后就不小心执行了不该执行的指令。那用 entry point 的话，你就可以限定它可以执行的指令范围。虽然说你有权限的话还是可以执行到，但就是它是多一层保护，就是多一层检查这样子。OK， 那另外的东西就是我使用了那个 Docker 的那个部署嘛，就是容器化技术去部署。所以其实你会很常需要做 healthy check， 要确定说我这个容器是正常的。所以我还有在做另外一个 healthy check 的 gen， 然后去做这些检查这样子。OK。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快速去开发一个产品呢，它其实你可以从工具的角度，然后从你一些工程师的技术上的角度，然后最后再到文化，好，就渐渐的去做一个改进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做东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好，越来越顺。OK，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那有没有想提问题，还是都听不懂？总是感觉不到绝对意义上的结束 QQ。哦，对，应该是指那个流程。你说那个嘛？对啊，可是实际上做产品就是刚刚说嘛，所谓的产品的结束那天就是它倒了，所以本来就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结束了。哦，有人有问问题，敏捷开发似乎比瀑布流开发更加灵活，但好像真正有在使用敏捷开发的公司不多。其实。刚刚我说那个流程，你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我现在要你做啊，你会觉得超级痛苦。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不然我也可以再办一个活动嘛，我们一起来跑一次这个东西。然后你跑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痛苦，对，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公司都不太想用的地方。就我们上课的时候说，第一个就是你的最大那个就是什么老板 CEO 之类的想推，然后最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下面这些员工想推，因为第一个东西就是敏捷开发里面像他们设计这个流程啊。他是刻意的让你们要去打架的，就是我们会互卡，所有人会互卡对方，然后你要想办法，我们协调到配合到可以不会互卡，所以他在组成一个团队的时候，他会要求这个团队里面是有一个后端，就最好不要再有另外一个后端，所以你里面会有后端、前端、QA 什么东西全部加在一起，设计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接下来你们要一起完成一个功能，所以这个设计要想办法画图，那你要怎么样帮助设计在画图的时候你有事情做，又不会卡到其他人，这个东西。你光是做这一点啊，就非常卡。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实际上有一个专案，然后那个是我们上课笔记软体，然后我们要去更新的笔记软体，然后我们花五天时间，我们有三组，然后我们有三组还是四组，然后我们三组到四组的呢，只是新增了一个可以留言的功能，然后花了五天时间没有做出来任何一个功能。OK， 对，所以敏捷开发会变慢哦，真的是开发速度会变慢，可是你开发出来的东西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东西，这是唯一的差别。然后你可以回想你公司开发流程，其实问题出在哪？是经常做出有问题的东西，然后他就是经常互相卡住对方。可是敏捷开发的目的就是让你去找到不要卡住其他人的方法。例如说，我们可以互相换工作，因为你卡住我，所以我把你工作拿过来做，我先帮你把它做掉，这样你就不会卡住我。OK， 像这种东西，所以敏捷开发做东西会变慢，因为我们在想办法学习怎么合作。那等我们合作顺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加入新的人，然后再让他练习这些事情。所以会用敏捷开发的公司，我觉得。是要下蛮大的决心的、啊，对。那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想问问怎么避免开发者自己写测试的时候会有盲点的问题？我的这样讲好像有点靠北，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没有在规格上的东西都不测啊。可是就是这样讲，就是敏捷开发，他刚刚有讲嘛，就是我现在我一个东西叫假设，一个叫那个 key sample， 叫 scope。那我看到的东西是 scope 啊，就是 user 跟我明确讲说他要看到这个东西，那我当然是测他要的东西啊，他测不是
他没有跟我讲的东西，那个东西一定是假设嘛。那假设的时候，我就说，在他确定之前，我不能确定他是一个 bug 还是一个 feature。所以有可能 user 做这个操作之后，我们发现他不该做这个操作。比如说他可以变成管理员，那他可能是一个 bug， 我就要把它修掉。但他会变成新的 scope。所以在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都没办法预测。除了一些治安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测试去检查之外，剩下的东西我们都没办法前提的知道说 user 想干嘛。所以你就很难去确定说你盲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看到规格写什么你就测什么就对了，它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出错，只是说你要把规格问清楚。我想问一下，那个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 feature flag 的部分，那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是，比方说你的 feature flag 要在2个礼拜后上线打开，那可能你已经跑了测试了 ，QA 也 OK 了，那有没有可能在这2个礼拜内，你可能又新增了其他功能，不小心去影响了你原本打算上线那个 event 或者什么，然后直到那天到来之后，然后就有人去把那 feature flag 打开，然后就爆了。这样的话就你这样的话就跟我前面讲那个就是。我目标是做到 down， 就是比如说我所有东西都应该是可以用的状况。你它会爆掉，就比如说你中间有东西不能用。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可能那个功能已经做好了，也测好了，所以你确定它已经是 down 的状态。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2个礼拜要上线要把它打开的时候，但是中间因为我们一直在推进敏捷嘛，可能中间2个礼拜不晓得谁或者是不知道，可能搞不好去影响到那个功能，有没有可能？那为什么你的测试不会坏？哦，他可能刚好不在 spec 上，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刚好不在 spec 上。那敏捷开发目的就是我这样 deploy 时间很短，所以 我一开出来它爆掉，那我就马上修它，就这样，真的就这样，就是马上修。因为它里面有个规则啊，就是如果我 CI 坏掉，发生任何紧急问题的时候，我是可以优先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只能说不一定不会发生，可是。就是还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你中间还会有 QA 测试的阶段，它不会说就是只有我自动化测试测完之后就不人工测试 ，QA 是测试的一部分，然后是一定要人工测。那你的 QA 没有测到的话，可能是他的责任。了解了解，谢谢。OK， 那我们这场议程的时间其实已经结束，然后那我们的议程就先到这边结束。如果还有问题，都还可以私底下找讲者发问。那我们也先感谢讲者精彩的分享，先掌声感谢讲者。好，那我们议程 Ruby 议程鬼的上午场就到这边结束，感谢讲者以及大家的参与。现在进入午休时间，下一场议程将在1点半的时候准时开始，也记得要准时回来哦。谢谢大家。我看，就是来他，了解，谢谢。